台湾出生率讲全球第二低，不过咱好比镇的人口数却是稳定伫咧成长。即马讲这人口数已经达到91,000人的新纪录，真拄好哦。即名幸运儿就是镇民代表林明星的千金，镇长等人哦是献上这满满祝福，嘛期待伫咧各项建设的带动之下，早日达成改制好比市的目标。河滨的发展愈来愈好，连带嘛带动人口的增加。目前人口数只比中华园林少，是全县人口第三多。更加欢喜的是，人口继续稳定成长当中。第三号人口达到91,000人，幸运儿就是镇民代表林明星的千金。今天哦，刚好就要来户政这边吼来入户口，然后顺便要开会啦吼啊，没想到会刚好遇到和美镇破91,000人哦，真的还蛮幸运的啦吼，能够在和美在彰化县吼又多增加一个人口，然后以现在大家都那么生那么少，我们又刚好生了第四个吼，那我觉得还蛮高兴的啦。我觉得还是要鼓励年轻人吼要多生育。镇长阮厚觉甲户政所的主任陈义林拢献上满满的祝福。镇长表示，希望创造更加安居乐业的家园，吸引更加侪人来河尾住，迈向城市的目标。我们恭喜林代表喜获千金，然后我们河美的人口数哦，逐渐的都在正成长当中，将来预定在6年后。可能会有机会突破10万，所以说我们希望河美镇民能够多多生产，然后我们河美的一个居住空间也非常的好，然后休闲环境也非常的好，能够来带领我们的河美能尽快的能到达我们的10万的一个人口，然后升格为市。河美第二之变，而且各项建设也继续发展，成为彰化县少数人口稳定成长的城市。改制河美市的目标指日可待，镇公所更加努力充实民众的精神生活富裕，创造幸福感。大中华新闻陈文清河美采访报道。